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各位乡亲、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十二月初三，旧历的十月十二，礼拜三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麦，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？中华甘美站最近是寄出二十四万件汽车燃料费催缴单，提醒乡亲唔通以为是诈骗就无要去纳钱。到1803年十二月底无缴，是会罚钱哦。这当选三天，选西乡长就爱来定选。选西乡长所出没，初二暗时十点，因为感情来过身。中华县选委会指出，依照选罢法规定，将进行补选的工作。中华南苗疆前往本港进行活动，热烈展开。市长邱建富率领十马会人员举行祭天台仪式，将展现特殊的雕刻进行奉上。后来乡亲了，最近哦，敢有去收到这中华甘里站所寄来这汽车燃料费用这缴钱的单哦？这真侪乡亲哦，就以为是这诈骗集团寄来要骗钱的哦，无去拿钱哦。其实是过去哦，这汽车燃料费哦，拢是对着这换行照才做回收的。去年这行照唔免搁再换发哦，改用单独征收这燃料费用。因此哦，就来发生这中华甘里站伫咧十一月份哦，寄出。出去的这汽车催缴单啊，就来高达24万件，比去年哦是来加出12倍。一塔一塔的退回邮件，拢是中华甘里站用双挂号寄出去的汽机车燃料费催缴书，敢那是十一月份就寄出24万件，其中敢那是机车都有22万件。甘里站人员讲，过去机车燃料费拢是换发行车执照的时阵收，去年开始机车唔免搁再换行车执照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催缴书。我们的燃料费的话，就跟那个行照换发整个分开了哈，所以说机车的话在102年开始的话，就会并在每一年的那个汽车的7月份的时候来开征，一起同一时间来开征啊，所以说在今年的话是数量就是有加上那个机车的部分，所以说比较大。因为彰化县的机车数量高达80万台，虽然甘里站已经升价10年以上，而且超过5年无使用的老旧机车，唔免拿燃料费的提出来。不过民众的机车若无使用，一定要主动报废，避免累积税金。切结报废的这个切结书之后，到我们的那个柜台的话，都可以办理。然后我们只要符合那个条件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做这个切结报废的登记。然后这个5年的燃料费我们就不征收了。中华甘里站后有每一年燃料费都会在7月开征，年底催缴，民众若无纳，过当年1月就会开罚，甚至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。大壮新闻台回转采访报道。陕西乡长当选人所处无误，十二月初二暗时，因为是得癌过身，享年62岁，目创下这中华地方自治史上哦，头一位乡长当选人也未宣誓就职着过身的先例。县选委会就来表示哦，依法必须要在3个月来完成补选的作业。五合一选举结束，刷传出都当选陕西乡长的前乡代会主席苏世木2号暗时罹患癌症过身的消息，众多民众来到徛家灵堂致意，流露出着惊甲唔甘的心情。这边乡民大家拢足唔甘的啦吼，伊对人实在有够好，啊个当咱陕西乡长吼，足感谢徊乡民的支持，伊嘛交代吼，伊的囝儿时阵。都不要开刀了哦，今天有够多人乡民吼，大家来关心，就是伊的最人成功。
突如其来的消息和家属非常悲伤，上加要紧的是处理后事，暂时也无法度思考未来是不是有其他的规划。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，让我爸爸当选乡长。至于今天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也感到很难过。等爸爸后的后事办好了之后，其他的事情又再打算。原选委会主委表示，依据选罢法规定，选西乡长必须重新选举，规划甲立委补选同一天举行。当选之后，就职之后是叫做补选，但是他就职前死亡的话，我们就称为重新选举。那依照我们的行程规划，应该会跟立法委员同天来举行投票。苏世木为人亲和，这次拍赢选战虽然完成野心愿，不过煞不幸过身，家属甲地方人士拢万分悲伤，嘛将掀起乡长选举新一波的竞争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线西采访报道。在这届彰化县五合一选举当中哦，是来出现不少的少年人来参与选举。其中哦，新港乡民代表会新科代表郭定汉，今年才23岁哦，会当讲是上届少年的民意代表。伊嘛准备哦，要甲连任当选的县议员爸爸郭进杯两个人做伙服务乡亲，替地方争取建设甲福利。今年五合一选举出现真侪少年一辈人才，新科新港乡民代表柯承汉是连任县议员成功挂正杯的后生。柯承汉跟在爸爸身边学习，体会基层服务的重要，自我期待甲爸爸两个人服务，争取地方搁较侪建设。未来承汉这四年会更加认真、更加拍拼，民意为优先。来助听民意，来为咱乡亲来做，为咱乡亲来打拼，为咱乡亲来争取搁较侪建设的。咱就嘛足感谢这回乡亲，予承咱这个机会，来承咱更加努力，更加认真来做。伊才23岁哦，啊，这回高票当选，啊，因老爸嘛咧做议员，啊，两个服务，两个出来服务，安尼加食好啦。郭正杯表示，后生有兴趣，愿意付出服务，伊嘛真鼓励。爸仔拢顺利当选，是即阵的开始。伊是咱全国有史以来上少年的民意代表，因为伊拄好23岁，所以讲，我嘛是甲我后生讲，咱当选代表了后，要好好来为咱地方来服务，地方来争取建设，所有下摆爱学习的代志。啊，真多！希望所有的乡亲士大，给阮两个爸仔囝服务的机会，非常的感谢这届选举，给阮顺利来当选，非常的感谢。影响出少年的时代气氛，这次选举开启少年人参与政治的新世代。柯承汉传承爸爸挂正杯服务理念，更加为家己开辟新的人生路程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。讲过了后，来看12月份哦，整个这彰化市是介闹热咯。除了有彩街报价因的点点活动哦，也阁有纹身贴纸义卖，计划要募集10万元，赠送予慈爱教养院。马上回来。彰化新政府头路报尾啊，来啊！马上就业，幸福加倍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真的好棒！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，快拨0809-009-658。小资企业向前冲。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计价最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客服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
是彰化县县长卓伯源。彰化是六都以外台湾的第一大县，我们不仅为县库偿还了56亿的负债，以优良的财政基础支援彰化的各项建设，更带动了彰化史上规模最大的湿地重化工程，园林184公顷的湿地重化，以及自由经济示范区和彰南产业园区等投资的加速推动。同时，彰化不论在中央评比绩效优异，更在媒体大调查中拿下治安指标全国第一。我们将朝向智慧警政与安全城市继续努力。阳光幸福城富丽彰化已经飞扬启程，诚心的邀请您一块见证。欢迎回来，新闻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四，也是旧历的10月13。根据这同事的记载，明仔在位于公田甲八方，适合这个开市加动土，好时是在9点到11点哦。另外，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来关心宗教活动的消息，中华南庙宫哦，前往这本港进行的活动，是先来举行这庄严隆重的祭天台仪式。这个我嘛会来报备哦，决定这起价的时间哦。今年是由圣三妈哦、新三妈甲老六妈哦轮值来出巡，定系出特殊的庙客风俗。中华南庙宫一年一度本港进香圣典将要展开，市长邱建富率领十会马丁人员先举行祭天台仪式，向上苍禀告，而且祈求过程一切顺利。今年轮值由圣三妈、新三妈甲老六妈出巡绕境，将呈现三妈爱聊客的特殊风俗。大妈进香爱食鸡，二妈进香爱玩鸡，三妈进香爱聊客，所以啊，咱每年聊客员工是。上届有意义，而且吸引真济咱在乡客会共同来参与。尤其是呢，咱今仔日来这个祭天台要来选择日子，也代表呢，咱伫这个每年本港进乡三马聊客活动，咱正式来起鼓。南庙宫去年恢复传统行路进香的方式，整个进香过程保留珍贵的宗教文化，将争取纳入国家无形文化资产的保护。即只某一个重大任务，咱就是要申请着咱国家的这个无形资产。咱伫去年开始咱已经改做呢行路的方式吼，恢复行路方式，所以咱每年依然是用着咱6天5暝时间要来行到这个专程吼。那么咱预定呢，伫后日咱要来这个跋杯来清洗的资料，咱就正式来公告，来邀请大家会当将咱这个活动办好，更加圆满成功。今年南庙宫的香火增加达到9000万，香客增加，呈现从化马印外风的盛况，更加有真侪少年人来参与，和马祖文化交流甲传承，呈现欣欣向荣的一面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。已经进入第7年的中华圣诞菜街报价音活动，今年讲这活动真精彩哦！12月7日哦，伫这礼拜六会先伫这中华艺术馆来点灯。说得来哦，唔啦有这写生活动加健康检查，19号阁有阿弟为这管乐队加火车菜街游行。圣诞报佳音游行的队伍伫咧彰化市内采街，一年比一年较闹热的活动，将要进入第7年。主办单位中华音乐和社会福利协会指出，第一年的中华圣诞报佳音只有120人参加，到去年已经增加到1000多人。今年更加结合彰化市内各教会甲青年合作，逐号即礼拜六会先伫彰化艺术馆点灯，后来会有写生活动甲免费的健检。19号暗时就是上热闹的火车采街报佳音，带给我们彰化的市民圣诞的节庆文化是不一样的。
带来更多的欢笑，带来更多的爱。在这个活动当中，我们会来募款，会来帮助哈许多的孩子，我们也会发糖果，我们也会来唱诗歌，有花车，还有彩妆的比赛。所以我们从六号，十二月六号的点灯，十二月十三号写生比赛健检，到十九号我们最高潮，十二月十九号礼拜五晚上，我们就一起来整个花车，整个彩街，整个彩妆的来把欢笑，把爱带给我们彰化市民。主办单位指出，今年又增加了快递关怀到慈爱，透过爱在彰化的联动贴纸和纹身贴纸的预备，计划募集10万块，赠送给慈爱教养院，实践用真心疼痛彰化的子弟。有行动工将会沿途来预备贴纸，希望彰化市民以上大热情爱心来回应。大专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啊，那过来哦，上课时阵啊，爱拄久的学生囡仔爱小心哦。伫网络顶端哦，就有这段影片哦，一群中华师大附工学生为着要创治上课爱拄久的同学，竟然是把这个口水手的泡泡抹伫对方的手顶端，然后才把人叫醒哦。这位同学的下场到底是安怎呢？透过镜头带乡亲做回来去看麦。在到这个杜姑同学把刮胡泡沫就在了杜姑同学手头，刷来又拿扫帚来尿尿，这个时阵趣味的状况就出现了。看过影片的同学全部笑到变过，讲是上课袂当杜姑，这是上赞的叫醒人的方式。短短无几工，这段影片是引起上百万人次来点击。那个，我们应该让他继续睡，这样才他上课的时候才不会继续想要睡。那个同学可能被整，那个可能会不高兴吧。就是突然总会有人拿泡泡，然后起来之后就碰到脸上。学校老师讲，对影片来看，确实是彰化师大附工的学生，应该是学生的苦手。我们教官这边也有进行了解，那学生他们是双方两方面都说他们是确实证实是是创意的表现，所以我们不会去刻意的抹煞学生的创意表现，所以在处罚上面可能是不会有处罚动作，可是我们会跟学生讲说，以后有什么样的行为啊，怎么可能还是要节制一下，对，然后要顾及到周遭同学的反应。因为彰化师大附工的校方真保守，校方知影学生的搞笑影片竟然请到外国去，只希望学生以后若要耍，上好是莫穿校服。大专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后影响有农民哦，讲这个小店的卡玛多竟然有惧高症哦，惊悬哦，这到底是为虾米嘞？讲过了后，带乡亲来去看麦。一年一度的竹啊巴洛节，在咱十二月十三、十四，在咱社楼国泰市场来举办，现场有全国节目的电视。个人巴内拢是产品电视，个人明星暗会演互相，欢迎全国好朋友来社头买买啊，十八啦品尝小吃。我们共同的来热烈庆祝彰化县立美术馆的落成。我们的美术馆落成以后，可以串联成为彰化最美丽的观光文化生活园区，可以提供各类的视觉艺术的展出，可以鼓励多元风貌的创作与呈现。欣赏艺术，品味生活，彰化县立美术馆等您来体验。世界那么快，世界越快，上网速度更不能慢。台播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，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屏同步优惠 ，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借价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客服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
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好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世界的坎马多是一年四季拢有诶。伫福建乡哦，就有农民是利用这空地哦来种这个玉女番茄哦。在二月份才拄开始要来采收，这规园的坎马多讲已经拢互人订了了哦。这皮薄哦，甜度高的坎马多真受欢迎，嘛互农民哦笑讲，就因为家己爱食，加上这个兴趣种的坎马多，这赚的钱。竟然是比本土做田赚的更加多。福建农民徐慕炎种植细粒坎仔豆，就敢那照顾囡仔共款，为栽种进前就开始替将来的坎仔豆来布局，就惊细粒坎仔豆会去得到巨高症，即每一个细节拢爱考虑甲真详细。有巨高症啦，啊，所以讲坎仔豆袂使种足惯的。有啊，那有诶人家伊都是坎仔豆甲淹倒了，淹倒了也产量点都有。这每一粒的坎仔豆个形拢真水，地头青翠，外皮的模样拢代表是栽种红的。而且徐牧言讲，这种细粒坎仔豆收成会当讲比正产较好。伊那一分田，如果讲一分田坎仔豆挺好收成的，十万吼，迄、那个。稻啊，一分田才收成，安两万安尼。农民将这挂坎仔豆种伫咧家己用竹啊、保特瓶的罐啊、大个圆、房啊去买较油的，若破空哦，就爱家己补。我那会遐熬，有法当编这起来啊。啊，其他的房啊的。房啊，就是爱去买啊，爱去迄个工厂买啊。嗯，买较密的迄种。嘿，较密的，伊这接伊了做啥？接袂着。就糖啦。这往事坎仔豆园为来到外包家目睭睭，产量每一趴拢是大趴，红大粒高低。赞。甜度怎么样？甜度够。哦，也不会酸。嗯，很好吃。目前坎仔豆拢已经予人订了了，真正是有钱阁食袂着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这几天哦，天气冷，时是真侪卖姜母鸭的生理是强强滚。不过伫咧彰化市哦，就业者用这森林卖料出产的鹅肉、鸽肉哦，搭配这甘蔗，煮出汤头清甜的姜母鹅。不过这个控汤的时间长哦，要煮出这鼎姜母鹅，这个汤就要控五点钟。这是店内招牌菜姜母鹅，牛皮落鼎擂炒，加入黄芪、红枣、当归等六项的中药，为蔬菜到药材拢总有。一嘴啉入去巴肚，这规身躯拢烧起来。姜母鹅吼是回味鲜甜，啊，咱来去食这个姜母鸭吼，这个、肉呢泡泡无同，甲有将来食出橡皮筋的安尼啊。啊，食这姜母鹅较好食，回味鲜甜，赞。这汤头啉起来就是甲人特别无共款，清芳清芳，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甘蔗头放落鼎的煮，这甘蔗阁袂当下皮，落煮到别开哦，这甘蔗的汁拢总走入去汤内面。我们都选云林麦寮的鹅肉，然后五至六公斤鹅肉是最肥美，然后最刚好的鹅肉。冷气团来袭，天气湿湿冷冷，民众拢想讲要来进步抢生意，嘛要来颠覆传统。推出口感比姜母鸭更加甘醇的姜母鹅，现台现煮，配上中药材来煮，这口感是比鸭肉较幼，不怪袂少民众上门拢指名要食一鼎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中华采访报道。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，这总交易量哦，共有129公吨，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1.3元。继续来看这详细个情形。菜花上价100，中价98.5，下价96.7。高丽菜上价14元，中价10元，下价6元。包心白上价10元，中价8元，下价6元。扁豆上价80，中价67，下价50。冬瓜上价10元，中价7.5元，下价5元。坎仔豆上价30，中价22，下价12元。花椰菜上价33，中价25，下价20。苦瓜上价45，中价30，下价17元。
桥上价30，中价19，下价10元；仓上价50，中价45，下价40；汽柜上价20，中价14元，下价6元；菜柜上价20，中价18元，下价15元。立冬以来头一波的冷气团强度是来减弱哦，这个温度甲前两天比起来有较温暖，不过今日暗时哦，又阁有一波水气哦，日来哦，所以这愈暗会愈冷哦。拜四暗时到一个拜五透早，上低温哦会来到12度到13度。好，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。以上就是今日12月初3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，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上网速度更不能慢，台播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 ，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，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。快播0809-009-658。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，给你看得到的安心，看得到的安全，看得到的守护。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，只要125起，快拨0809-009-658凯擘大宽频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洽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特拨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世界那么快，世界越快，上网速度更不能慢。台播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，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 ，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真的好棒！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。快播0809-009-658。